当年李景常先生把蚝汤煮熟了，煮出第一锅蚝油，李景记百年珍味正式诞生。为保证真材实料，我们在自家蚝场养蚝，更有24小时监测站，同时不断创新，将百年珍味发扬至全世界，还连续12年蝉联世界第一蚝油品牌。感谢大家支持，答应你，百年珍味绝对不变。